哎呦！哦，这掉了好多呀、啊！你看，全拉树上了，叔阿姨们。不是这个，很多人说是那个下雨导致的，是不是下雨导致的呀？下雨是不是下雨导致的呀？啊，金子，这金子，你在哪儿？在哪儿呢？你在那儿干嘛？啊？哇，好多呀！怎么啦？我腿有点疼，然后哭了呀。啊？没哭。怎么了？没关系的呀。这个都是我刚摘的。我刚刚我带大家看了一下，全是。都烂树上了。昨天和早上，今天早上都全部剪了一趟，全部剪完了的，又掉下来。剪过一趟了是吧？对，把地上的就捡起来，然后又掉地上了。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咱们给金子打波加油好不好？你不要想太多，你知道吗？那就随便摘一个都是坏的。慢点。随便摘一个都坏的。咱们给金子打波加油，没关系的。你没有对不起我呀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是很多刚刚很多直播间的叔叔阿姨都给我讲了，他说这个做这个是靠天吃饭的，是不是呀，叔叔阿姨们？是的，咱打个是，对吧？所以说你不要去。花了那么多钱，然后把它交给我，我没有把它做好。没关系的，你老自责，我最不喜欢你自责呢，对不对？确实是我没做好呀。小狗找到了，没关系，这个是咱们总结经验，知道吗？这个这样，那连树上的这个我们自己吃都吃不了了。你说不卖吧，我们可以自己吃，但是你像这种的话，这不能吃了，坏掉了不能吃的。专业的事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做，是吧？我请了两个技术人员，因为你不能哎，你吃不能吃，坏掉的不能吃了。你干嘛呢？想尝一下还可不可以吃？你这种坏的不能吃了，猪都不能吃了，你还在吃，喂猪都不行了。我就想尝一下，如果可以吃的话，就把那个烂的就给小虎找到了。没关系的，哎呀，你烂了就烂了呗，咱明年咱注意呗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那种坏的不能吃，是不是叔叔阿姨们？这种你不能吃，没关系的。走，那走，我跟你说，咱们那个不只有桃呀，咱们还有其他水果呀，对不对？还有橘子呀。桃子多呀，桃子全部都没了呀，桃子全部都。小虎找到了，没关系的，你不要弄它了，这些。到了都已经不行了。没事儿啊，你不要去弄了，你走，你跟我走，你走，走。嗯，我跟你说，金子啊，咱们这个就当总结经验了，对吧？你看，随便都是坏的，吃了对身体不好，不能吃，你不能吃，这个、应该可以吃，不能吃，啊不要吃，你干嘛呢？你不能吃，你不吃的话，那这么多拿来怎么办？烂了就烂了呗。烂了，猪也不能喂，人也不能吃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那我跟你说，金子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咱们还有九年，今年才开始呢。啊，你还花了那么多钱，没关系的，怎么办？没关系的，明年再加油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你不要自责，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咱们给金子打波加油，好不好？全部都是坏的，没有一个好的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了。没事，你不要自责，你知道吗？好吗？你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能哭，你要坚强，好吗？我没哭。你看你的样子，你金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主要是他一个好的都没有，人也不能吃了。他如果说是像是
普通的裂开的话，到人应该还可以吃。像这种，这种应该还可以吃。嗯、太多坏的了。对，你看随便一个拿出来都是坏的，随便一个，随便一个，没关系的，林丹，咱们你 哎，你不要吃了。这是好的。好的吗？你拿削皮吃呀？你怎么，来着就啃呢？可以收到有收到这种有裂的，这个也没法卖呀，这种裂的也不能卖呀。烂的桃子有什么办法可以？烂的就只有挽回点损失吧。挽回什么损失呀？那坏了就坏了呗，没办法呀，对吧？而且坏就是像这种你不能卖，你知道吗？懂不懂？昨天我跟你说，那样的话会影响你的口碑的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我们捡了一晚上，捡到晚凌晨，都把它捡干净了的，然后今天又全部又掉下来了。这个不能卖，卖这个不行，没良心，这个事儿不能做，对吧，叔叔阿姨们？全部都坏的，全是坏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可是你承包这个果园给我，我一分钱都没有挣回来，桃子全部坏了，我怎么挣钱给你？上次给你说挂小黄车没挂，这个上次是没熟，上次原来没熟，然后再加上那个那啥。就这几天是吧？这个、嗯，就是我回成都那几天吗？对。就下暴雨，然后。对，连着下了三四天，就是早晚都在下。小虎没过来，小虎在金枝家里边没过来，没带他。桃子烂了，因为小虎他也那天来，他也吃桃。对。就是我担心。全是烂桃子，他不能来吃。对，前面不是有人说那个小虎不能吃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吗？然后金枝就没带他过来。哇，真的。没关系的，你不看他了，咱们走，现在走，咱们走了，走，走啊！你走吧，你去吧，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。你在你待啥？我在这里待一会儿。咱一起上去了呗，好可惜啊，下雨坏了。唉，金子啊、嗯，这个是我跟你说，这个是。对你的考验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要想什么都做不好，要想做成功一个事儿，没有那么轻松的，所以说要更加的努力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为什么一棵树连一个好的都没有呀？这个是因为我的原因，我没有做好。你想，你看技术阿姨，她说是她的问题，你说是你的问题。其实咱们不去追究这个谁的问题，这不是谁的问题，这个是天气的原因。在有些时候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是天气的原因，对不对？对的，咱们扣个一好吗？是吧，叔叔阿姨们？这个是天气的原因，不是金枝的原因，也不是我们这边技术人员的问题，对吧？那怎样才能让它避免天气？那明年又这样子的话怎么办？这个我也不懂呀，这个。那儿有个好的，你看那儿有个那么大好的，对吧？那儿前面说实话啊，对，坏的，这是坏的。说实话，前面那个来果园的时候，金枝摘桃给我吃，我都说我是裂的，那个好的倒是拿来卖，没想到现在一个好的都没了，没事儿，没关系。基本上一棵树上面摘不下一个好的了，全是坏的。再可惜也没办法，对。所以说，金子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好吗？哎，这个好的，是吧？这个好的。嗯。别哭了，丫头。对，就是果园工人把烂的桃子，对，都在捡的。养猪的，这个猪吃了不行，坏了的猪吃了不行。对，这个工人在集中处理的，就是有在捡，金枝也在捡，昨天捡到很晚，坏了，这种坏了不能卖。我的天哪，怎么有这么多坏的？我还以为就是一颗的话，怎么也得有些好的吧。裂了。
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有没有懂的？懂的你们在公屏扣个一，好不好？你们帮忙出出主意好吗？大家一起帮忙点点赞嘛，我们鼓励一下金枝行吗？不管你要不你先回家吧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待着呀？我要把这里的桃子全部都给弄下来。我过来，我就是陪你的呀，没关系。我说没关系的，没多少钱，没多少钱。如果有像这种好的，我就给你装一盒，你带回去给阿姨吃。我不回去呀，我现在我不回去。桃子都没有给你做好，阿姨肯定赶紧摘下来做销售，卖不了了，叔阿姨们没法卖了。全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没法卖了，这个没法卖，不能卖。你不一个怀好的。你不要看了，金子，这走，跟我走。你那个。你跟我走，走。我不走，你回家吧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我想就在这桃园里面待一会儿。叔叔阿姨们，咋办？啊？已经没有好的了，全坏了，叔阿姨们。你看嘛，其实金还在掉是吧？还在掉。金枝他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认为是自己的问题。我现在过去劝劝他吗？还是什么？叔阿姨们，我现在过去嘛，咱扣个一，还是等他自己待会儿。现在不行，没关系的，我觉得35000没事儿，因为咱包了10年呀，对不对？咱第一年就当总结经验了嘛。过去哈，要不我和他转移一下话题，我这么，因为不是果小天，不是果园还有其他的，还有桑葚，对，还有无花果，但是无花果今年好像是也坏了，今年是第一次培那个，培育嘛，嗯，这个是可能每年。等他自己待会儿嘛，这么叔阿姨们，等我先我去安慰他的，咱扣一，让他自己待会儿的扣个二，好不好？对，福哥，要不他套了袋子，就是取了袋过后，然后那几天连续下雨就不能采果子，你知道吗？核桃吗？核桃啊，今天不卖了吧？今天不卖核桃了吧？35000一年包了10年，然后配2个技术工人，技术工人1个月6000块钱，10年。踩的吃了，安慰一下，去安慰一下是吧？我就这么，你们这样赞不赞成？我说我带他去其他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水果吧，那样的话看着可能心里边好过一点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行的咱打个行，好吗？咱们一起点点赞嘛。对，技术要给钱的，肯定要给钱，不然谁帮你做呀？卖的时候再去啊，不懂呀，这个就是不能采，不采的时候就不能摘是吧？行吧，那我就那行吧，那叔叔阿姨们你们等我一下，你们帮忙点点赞好吧？好吧，我们一起安慰一下他。金子啊，怎么哭了？啊，你别哭呀，金子，你别哭呀，啊？没事，你回去吧，福哥。你不要多想了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就是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那个就对不起大家了啊，因为本来前面说给大家。卖点那个桃的，但是今年桃没法卖了，就是，让大家就是吃不到我们梁山这边的桃了，就实在对不起大家了，好吧？对，怪技术员，没不怪谁，这个不怪谁。那金仔。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他们想去看一下果园的其他东西，要不我们带他们去，行不行？
好不好？其他东西也没有多少呀。没有呀。现在还有桑葚呀，你那边桑葚园也挺好的呀。嗯，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想不想去看果园里面其他的水果啊？想看了咱们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桃子就占了三分之二呀。天灾无情啊！啊，没有没有。啊，你们想不想去看？我们叫金枝带我们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对，我们去果园看一下其他的水果。走啊，金枝，走，走，走嘛！他们都想去，我们带他去看一下。我们这边有100多亩呀，对不对？好吗？可以啊。我能不能可以找其他人做吧？嗯。我觉得我好像做不了这个事情。其他的果子我害怕，我去看了以后，可能我这个人运气就不是很好。你不能这么想，金子。不能轻易放弃吗？这。因为没有没有参加保险。哎，对了，明天可以买保险呀。买什么保险？没事，在那个直播间咱不说这个，到时候我问一下。就是我连桃子都做不好，其他果子我也不想去。金子，你不能有这个状态，你这样你的负面情绪直播间叔叔阿姨们他们不想看到，他们只想你开开心心的，你知道吗？的确这个遇到这个事儿的确开心不起来，但是你要学会自我调整，而且这么多人支持你，你不能让他们失望呀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？你要相信自己，你能做好的，知道吗？因为你也没做过，谁也没做过，我也不懂，对不对？现在就还有橘子，还有那个桑葚。对啊。会不会后面我把桑葚和橘子也弄不好？不会的，100多亩，才35万，对，配了两个技术，因为是他们集体经济，花了80多万，对，10年，你觉得太少了吗？那你来给我们转包了吗？你给我来那个幸福平安哥，我这么我你来这儿给我转包了吗？你觉得太少了，走，金子，很正常的，金子，起来，赶紧起来。你还给我摘了几个是吧？一会儿削给我吃呗，好不好？走，咱们去看一下其他果园，咱们别在这儿坐着了。我昨天我就给你讲了，我们跟直播间的一些叔叔阿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咱们要把快乐、愉悦、积极向上的精神传递出来，那样的话才是正能量直播间。每个桃子都变成这个样子呀？因为它坏掉了，发霉了呀，雨水太多了呀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？你们觉得？对，全直接一次性到位的。因为那个工人的那个工资是含里边的，可能他们会轮换，对，是不是？你们进那个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小夫说的对不对？走吧，金子，走吧，你别看了。对的，咱们打个对好吗？没关系的，你不要看这个桃了，到时候叫工人过来把这些清掉就行了。我给你拿着吧，金子，我给你拿着吧。对，这些都是好的。对，是吧？对，我们就那么大的地，只有几个好的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走，开心点，开心点。你难过吗，富哥？啊，我不难过呀。不会怪我吗？我不会怪你呀，我怪你干嘛？叔叔阿姨们也会怪我吧？他们不会怪你的，没有人怪你。因为他们都一直等着我卖桃子给他们，结果我桃子我一个都卖不出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明年嘛。烂的就烂了，没烂的。那个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那个咱们那个。对，80多万全付的啊，全付的，具体多少钱咱不在这儿说，行不行？没有用，好吧？咱们一起给金枝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行不行？好吧，都不会嫌弃你的，都不会怪你的，好吗？可以吗？走，钱谁出的？钱我出的，走，金枝，没关系的，真没关系。那个，我相信直播间的叔叔阿姨都是想看见开开心心的金子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吗，叔叔阿姨们？对的，打个一。我感觉我让你们还有叔叔阿姨们都失望。没有让我失，哎呀，你干嘛呢？你对不起，你这样我不喜欢你了，我跟你说，啊？桃子全部坏了。你这样我不走，赶紧走，我们去看一下其他的，看一下其他的水果好吗？那个这边是121亩，然后。
租了承包了10年，就是全部承包。然后，今年呢就是运气差了点吧，这个都还可以吧，这个没坏，那个没坏的，还是有一点点，也不是特别多。摘了袋子就坏了，明年到时候摘袋子，摘那个摘晚一点。都可以摘了，不然又要坏掉。对，他们给我讲的，就直播间叔叔阿姨们说的，他们说那个就是要下果的时候才扯那个袋子，就是可能扯早了，谁也不知道那个要下暴雨啊，对不对？走不管了，咱运气好了又赚回来就行了。对的，这没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叔叔阿姨们，咱们努力就能挣回来的，是吧？本来我一直都在拖累你。你什么拖累我呀？都没有帮到你什么。没呀，你一年承包一个果园给我，我都没有做好。像阿姨说的对，好像她不让你跟我来往是有道理的。哎，你说这个干嘛呢？你别说这个，走，好不好？你没有拖累我，你知道吗？失败是成功之母。对的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金子拖累我了吗？没有的扣个一，有的扣个二。好不好？你看这个就好的，这个还没熟。对，没有，都说没有拖累我。桃子多少钱一斤？桃子不卖，坏了。对，就是桃子坏了，没法给你们卖，没关系的。就是想要桃的，你点关注，明年再来买行不行？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如果明年金枝还在做直播。肯定在，我觉得肯定在。如果说他跟我去成都了，就不一定了。但是到时候也可以回来把这个桃儿卖了呀，对不对？挑好的卖吗？不知道能不能挑出来呀？好的是这个样子呀。好的是裂的。对。整个果园有几千棵树，嗯，然后可能好的连10斤都没有。10斤都没有。嗯，那怎么卖？没法卖，就是完完整整，像这个一点裂痕都没有。你回去拿个刀过来。好，可能就那拿过去吧，回来拿个刀过来，我削一个吃一下。叔叔阿姨们，咱们帮忙那个点点赞好不好？点点关注，点点赞行不行？那个明年再给大家卖桃好不好？走，金仔，我们去上边找个风景好的地方坐一下，好吗？没有事的。对，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咱们再给金子打波加油，让他开心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金子，你一定要开心一点，没关系的。你看你这强颜欢笑的哈，开心点，没事儿了。走。谢谢富哥，还有谢谢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对金子的支持和鼓励。我不会放弃的。不会放弃的，加油！我跟你说，我会把后面的橘子、无花果，还有那个，还有桑葚，还有李子都给做好，好，不让富哥失望，不让直播间的每一个叔叔阿姨失望。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做保证，你们给我点个关注，好不好？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好。然后以后你们也可以来这里，对，如果说。运气好的话，桃子没坏的话，我请大家吃，好不好？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不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咱们打个好，行不行？我觉得行，好，我觉得好。对，销售渠道也不能单一，对的，好，都说好，都说可以，行。谢谢大家。哎，起来，走。谢谢大家。走，开心一点。我跟你说，金子，没关系的，这么多人来看你，不是看你那个愁眉苦脸的。你失败了一次，咱就总结了一次经验，对不对？然后明年咱们就有经验了，过后咱们做这个事儿就提前准备了，对不对？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难过吗？难过啥？为啥？我这样子的话，就更让阿姨就对我的看法就更……这个能怪在你身上吗？这个不能怪在你身上的，这个是，这个是怪天气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和你没关系呀。果园可以养鸡吗？可以吧？走，可以养鸡。养鸡又是一个负担，我感觉金子这儿，又让他养鸡的话，对，咱们一个事儿一个事儿做好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，叔叔阿姨们？啊，
那直播间的叔叔阿姨，咱们一起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咱们给金枝上上人，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努力向上的女孩，行不行？可以吗？对，有富哥在身边就是最好的。对，那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是不是只要有小富在，金枝就不用担心任何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对的，咱打个对，好吗？其实我知道，其实叔叔阿姨们，我知道富哥这个样子只是想让我不那么难过。其实富哥心里面肯定也是跟金枝一样难过的，只是不想让金枝看到他的难过的地方，知道吧？没有难过，因为这么多桃子掉在地上，谁都会觉得可惜，就连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也会觉得可惜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可惜吗？觉得可惜的扣个一，对不对？换做谁看到这样子农，就是我们农民辛辛苦苦把它弄出来的，都没有把它，就是都没有，就是弄好，然后看到这样子的情况，其实大家都还是很难过的。没关系的，走走走，咱们去找个风景好的地方，给叔叔阿姨们一起聊聊天，好不好？我难过啥？我不难过，我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，你不开心我就难过，知道吗？啊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？可惜了是吧？都在安慰我。我安慰你干啥？我安慰你这。你就是在安慰我。其实你，如果说换做你的，就是你的工人、你的员工的话，你说一下，人肯定都被你骂惨。哼，怎么可能呀，小富大变。小富怎么变了？小富挺好，小富没变呀，一直都是那个你们的情敌小富。走走走，我们走前面，别弄着手啊，别消手啊。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咱们去看一下金枝的果园，这个地方就是也是直播间叔叔阿姨取的名字啊，叫金枝农场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？啊，没关系啊，这也坏了，坏了吗？小看里面就是坏的。那没事，丢掉来，再有还有，给我削一个。这肯定可以吃的。坏了，里边都坏了。别坏了吧？坏了，不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是这个，你能不能给我吃个好的啊？这个我吃。哎，你别坏了的别吃，你干嘛呢你？啊？你不能这样，金子，你不能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那可以吃的，那坏了没关系的，可以吃的。这个不是表弟啊，这个是小天，他帮我开车，因为我腿不是特别利索，腿原来受过伤，然后就是开车有时候开时间长了就有点疼。就所以说我叫他下来帮我开车，走吧走吧。哎呀，又被蚊子咬了，没关系。蚊子喜欢我，虫子可以吃的，对，虫子可以吃，就等虫吃吧，对吧？咱也是养了，就是给虫吃了也算积德了吧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？你们觉得对不对？小五说的对吗？对的，咱打个对，给虫子吃了也算积德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别吃了，吃把身体吃坏了。对，坏的不能吃，咱只能吃好的，对吧？裂开的没问题，当然裂开的也不能给大家卖了。小富，金枝是担心你的家人。我家人怎么了？我家人没事儿呀。对呀、啊。